九五后三独女设计师，一个人过中秋可以有多浪漫？都说中秋佳节就得一家团圆，但今年中秋我打算来点不一样的。早就听说这次中秋啊，无锡核心商圈崇安寺有家超千平的华为智能生活馆开业，门店会在无锡街头免费派送鲜花，还准备了随手一拍都超出片的超级月亮。作为资深花粉，我自然不会错过华为给无锡带来的中秋浪漫。一到门店，不只能感受到浓厚的中秋氛围，门店建筑设施更是体现了华为的设计心意。双层近十米高的落地玻璃幕墙与室内磅礴的空间设计结合，无论是室内室外都能感受门店满满科技感。尤其是门店特意设计的 pop up 展厅，更是直接成为了崇安寺街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店内陈列的很多华为产品我都非常喜欢，尤其是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，它是全球首个商用三折叠屏手机，也是全球最薄最大的折叠屏手机，展开最薄至3.6毫米，10.2英寸屏幕，一机多用，非常适合我出差办公。除此之外，越是走进华为智能生活馆，越能体验到华为专属的温暖和浪漫。馆内贴心的配备了运动健康、影音娱乐、智慧办公、智能家居、智慧出行5大生活场景体验区，能够实现场景化交互，到门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华为带来的科技化生活。有什么问题要求呢？还能去服务区咨询询问，真的是非常贴心了。逛累了，到2楼咖啡休闲区来一杯门店中秋限定桂花特调咖啡，在华为打造的城市客厅里感受中秋的味道。一圈体验下来，我感觉这家华为智能生活馆带给客户的不仅是产品展示，更多是服务的用心，让每个到来的人都能在华为门店度过了一个浪漫又温暖的中秋。屏幕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来一起体验吧。